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校园电视台，我是郑子怡，我是杨海婷，今日会为大家介绍音乐节目。哇，好开心啊，我好喜欢音乐的，不知道你今日会介绍什么呢？我今日会介绍乐章的特性。乐章什么来的？乐章的英文是 musical movement。 乐章一共可分为三款。啊，三款这么多，你可以逐样介绍吗？当然可以啦。第一类是二段体曲式 binary form。 二段体曲式是由两个段落构成的乐曲的曲式，通常用 A、B 来标记。第一段 A 是一个没有完全终止的段落，停在属和弦上。第二段 B 必须具有肯定答复的稳定的乐段的特征。这种二段体曲式非常广泛，特别是在17世纪巴洛克时期，那个时段的组曲里面的舞曲都是二段体曲式的乐曲。在18世纪古典音乐时期，二段体曲式的乐曲多用在变奏曲的主题。在19世纪罗曼主义的音乐时期，又再重用二段体曲式，不过就加了很多新的东西。哇，好像很复杂哦。不如我们听一听以下这首乐曲。歌曲是由 A 段和 B 段组成，听完之后你就会很清楚的啦。好啊，这首歌曲叫做什么名字啊？歌曲的名字是 Minuet， 请细心欣赏。歌曲是由两个部分组成，很简单而明。没错啊，二段体曲式是比较简单。跟住我想介绍另一类乐章，就是三段体曲式 ternary form。 三段体曲式不是简单地由三个音乐段落构成的曲式，而是由两个音乐段落构成，不过第一段音乐再重复一次。即是 ABA。 没错啦，即是第一段和第三段可以是完全相同或接近相同的内容，而第二段则和第一段形成强烈的对比，因而形成了 ABA 的结构。不论是 A 段或 B 段，内容结构相对地比较自由，由短短的几个小节或一两个乐句到更复杂的结构都没问题。在调性方面，传统上 B 段都会采用和 A 段不同但没有关联的调性。哇，原来三段体曲式即是 ABA， 那有没有代表时期啊？都有的，在浪漫音乐时期柴可夫斯基作曲的胡桃夹子就是啦，请细心欣赏。
好好听啊！咁第三段即系乜嘢曲式？第三类系回旋曲式 （Rondo form）。其实三段体曲式已经系回旋曲式最简单嘅一种。较为常用嘅回旋曲式都系以五个段落组成，即系 A B A C A。或者是七个段落组成，即是 A B A C A D A。 A 是主要段落，在重复时加入一些变化或不加任何变化地重复，即是第一段可以重复，而其他段落就加以变化。是啊，不如我们听下以下这首墨西哥的民歌。首先我们听下这段 A 段的主调。我已经记得了。咁我哋而家听下呢首歌曲，听嘅时候会发现 A 段重复咗三次，所以歌曲系 A B A C A。原来不同乐曲有不同的曲式，我下次再听歌时会多留意。没错啊，希望你们都明啦。多谢收看校园电视台，下次再见。